各位亲朋好友，各位来宾，大家晚上好。首先，我代表我父母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们，向各位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。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是我们家一个重大的节日，是我们的父母70周年白金婚大喜之日。70年前，在今天正天逢地时地利人和，那是父亲您英俊潇洒，母亲你美丽大方。你们在天地的见证下，亲朋的祝福中，踏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今天也正是这美好的一天，子孙满堂，天伦之乐，与你们一起庆祝这值得纪念的日子。岁月如梭，看着父母那满头苍苍白发，可以说每一根白发都是你们为了儿女辛苦操劳的见证，每一根皱纹都说明了你们为了这个家所付出的艰辛努力。70年里，你们爱劳相濡以沫，携手共进，一起度过了这一段不寻常的岁月。岁月生育了我们，养育了我们，教育了我们，你们花费的心血和代价，做子女的会感谢终生。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养育之恩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孝顺两位老人，让你们安康晚安度晚年，享尽天伦之乐。在此祝愿父亲母亲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同时也对二老您的白金婚之喜表示衷心的祝贺，祝福二老相敬父爱，幸福到永远。最后，我特别感谢旅欧澳粤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，不远千里，不辞辛苦，只为了庆祝我们父母的结婚纪念日，谢谢兄弟姐妹们！你们大家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节目，大家你们辛苦了，有你们真好，谢谢你们，拥抱你们。谢谢，他还说不会说呢，一上来说了这么多啊。